家好，欢迎观看 JH Life Channel， 我是 Sandy。 又来到了11月份的会员减价优惠时间了，这次时间为10月27日至11月21日，片中会有小家电跟日用品，简单的商品说明及价位的标示。如果您对 Costco 的产品有兴趣，也请订阅、分享及按赞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Oster 微电脑38升法式双门烤箱，减价50，特价149.99。有10个烹饪的预设，12小时的计时器，不锈钢的饰面，多功能配件，有空气炸锅和烤架、烤盘和面包屑托盘，由微电脑控制，烹饪更能精确的掌握。强力增压对流加热技术，加热更快更平均。包含脱水烘干的功能，可以手做健康的水果干。多功能的设定，有加热、烘、烤、烤面包、烤披萨、解冻跟脱水。美善雅14杯全自动专业磨盘式的咖啡机，减价15元，特价44.99。可调节的温度，使咖啡壶中的咖啡保持温热。木炭过滤器去除杂质，镀金滤网有效的保留咖啡的原味。防滴漏人体工学的把手，4杯到14杯的水位刻度，可以制定咖啡的浓度从细到粗。新鲜现磨现冲，让您及时品尝一杯好咖啡。Lenja Foodie 搅拌机和处理器，减价30，特价99.99。包含72盎司、24盎司的营养提取杯和18盎司的冰沙杯。它结合了搅拌机的粉碎能力、食品加工机的精度，以及制作后冰沙碗和混合面团的扭力，可搅拌、做冰沙、抹酱、切碎和做面团。Food Saver 多用途真空密封和食品保鲜机，减价50，特价99.99。这款保鲜真空机有5种保存的设置，有真空低温烹调法、疏肥、真空干燥、浸泡和腌制。内置卷筒储存和切割机，可拆卸的滴水盘和袋子的入门套件，还有配件手持真空的封口机。 Oral-B 可充电牙刷2件装，减价30，特价69.99。这款组合包括2个可充电的手柄、3个刷头、2个旅行盒和2个充电器，360度可见压力的传感器，岩牙龈可去除 400% 以上的牙菌斑，3种清洁的模式，有日常清洁、敏感性和美白用，还有2分钟计时器，时间到就停止哦。 iRobot Wi-Fi 连接机器人吸尘器，减价80，特价269.99。这款扫地机器人使用高级的3级清洁系统和10倍的吸力 ，iPhone 导航并了解您的家，可清洁硬木地板和地毯。反应式传感器技术告诉它可以到达和不能到达的地方，了解您的清洁习惯，以提供个性化的时间表，也非常适合养宠物的家庭。独特的双面橡胶刷不会与宠物的毛发纠缠在一起，高效过滤器可捕获 99% 的猫狗过敏源。 LG A916 无线吸尘器，减价100，特价299.99。拥有强大的吸力和2个可充电的快速释放电池，让你在清洁和充电的同时进行长达100分钟的运行时间。此款便携式充电座可以随时随地的轻松存放和充电，甚至无需在墙上钻孔，
以维护的可拆卸和可清洗的过滤器还可以延长使用的寿命。 Kohler 可调式三合一花洒，仅价25，特价74.99。这组莲蓬头有先进的喷雾引擎，提供三种交替的体验。全覆盖的喷雾产生适合日常使用的全方位喷雾。强力按摩是一种集中水流，用于按摩酸痛的肌肉。另外的轻柔喷雾非常适合彻底冲洗头发上面的肥皂。Tide 洗衣胶囊每包26个，共4包，仅价5元，特价19.49。一组共104个洗衣胶囊，不含磷酸盐，具有6倍的清洁能力，是一款适合衣洗衣的解决方案，包含洗涤剂、去污剂、护色剂和内置预处理剂，可以洗掉顽固的污渍。高乐士清洁剂喷雾加漂白剂和补充装的组合，共212亿立方公尺，减价3元，特价8.99，可去除顽固的污渍油脂，可消除细菌和霉菌引起的异味，适合厨房的水槽、电器、地板、淋浴间等。但洗碗巾有清新的香味，减价2元，特价7.99。三个16亿立方公尺加一个喷雾头，此清洁喷雾激活的泡沫会穿透油脂，无需水，油脂清洁的速度提高了5倍。独特的喷雾技术非常适合所有的餐具。铝箔纸12英寸×250英尺，共2盒，减价4.3元，特价14.19。可以用来保护平底锅，简化清理和包裹剩菜。至于合众的标准切割器，可均匀的切割，而且不会有裂口。Head 女用或男用防水可触控萤幕手套，减价4元，特价11.99。防水、防风、透气、毛绒的衬里，带有吸胶点的合成手套处，可增加抓地力。有黑色跟灰色可选择。Puma 男士帽 T， 减价5元，特价14.99。主胸有小 Puma 的浮雕字标，中央胸前的大号 Puma 浮雕的字标，两层的风帽、螺纹袖口和腰带，有蓝色、黑色和灰色可选择。32度女用、男用保暖 T 恤两件装，跟32度女用、男用的保暖裤两件装，通通都减价4元，特价10.99。上衣有黑色跟灰色可选择，裤子只有黑色。材质可保持身体温暖、轻薄、易穿着，手感柔软，减少静电的吸附，也可以减少异味，而且很透气。另外32度儿童保暖衣服跟裤子两件装，减价3元，特价6.99。男童为全黑色的组合，女童为白色加上小花纹的组合。 Strivecton 高级颈霜3.4亿立方公尺，减价30，特价69.99。抚平你的颈部细纹和皱纹，可以收紧拉提你的肌肤，还可以加强皮肤对外面的屏障。欧蕾微雕霜1.7盎司两件装，减价10元，特价29.99。两瓶50毫升的保湿霜，可以滋润和滋养的皮肤，而且可以软化皱纹和细纹，含有 25% 以上的透明质酸的 Plus 配方，令肌肤更丰盈紧致。薰衣草洗发精加沐浴露17亿立方公尺两件装，减价10元，特价11.99。二合一的配方，无硫类配方，有天然植物和精油制成，不含染料，另有泡泡浴专用17.0亿立方公尺，也是两件装，减价5元，特价16.99。
路德清沐浴露，总共三瓶，每瓶16亿量盎司，减价5元，特价 14.99。 此沐浴露可以清洁、软化和调理肌肤，每瓶约480毫升。它的香味混合了香料、水果和草药。乳木果日常保湿洗发精或护发露，34亿量盎司，减价6元，特价 11.99。 可以提供水分，让干燥受损的头发恢复活力，不含硫酸盐，而且可以护色，适合所有的发质。洗头发后会有淡淡的椰子微风香味。 Quest 高级三重美白牙膏5支装，减价5元，特价 9.99。 含氟抗蛀牙的牙膏，强化你的珐琅质，在5天内去除高达 100% 的表面污渍，有助于防止未来产生的污渍。 Quest 高级漱口水多重保护一升装，共有3瓶，减价3元，特价 7.49。可强化牙齿的釉质，以帮助预防蛀牙。无酒精含氟，使用后会有清新的口气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，有任何建议请留言。台湾的朋友有需要代购服务的，也请你留言。谢谢你的观看。